已经走了，已经走了。下场，下场！你他妈你不要中介，跟白天他妈你算啥你？都他妈自己。好了好了。你妈中啥？我把一切事完了，看看看看，一切事完了，我也不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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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高老师，你不点拿家，俺给你拿家可以吧？嗯，高老师，行，拿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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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拿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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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意思？他说他饿了，要不你送他回家吧？要不然我给你送回家吧？咋的了？吃饭吧。要不然到那边吃的饭。烟灰一堆满窗头，酒杯塞住下的楼，回忆照片一堆头。不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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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啊，和好了，和好了，这是我亲长高老师的性格，是吧？敢爱敢恨，啊，敢爱敢恨。我们去吃饭，喝喝酒，好吧？不喝酒了，不喝酒。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了。不喝酒，少喝点酒。带节奏，少喝一点。行行，走吧，我们到下边去吃，好吧？是的，你还想喝啥样的酒啊？不能喝了，再喝下去会出事的，不能喝。等一下，马上给。只能吃饭，不能喝酒。他想喝你也不能啊，再喝下去容易出事，你到时候负责任的。很点乱不乱？高老师说算不算？高老师还是说的算，三个三毛算个球啊，对吧？三毛不算乱。不要说别人，不要说别人。少喝点酒，这是在三门婚礼是吧？啊，在三门婚礼，我这横店不行，我才来一两天，知道吧？哇，你这个酒拿下来啊，形象不好。有点高，有点高。啥子有点高啊？你在三门什么婚礼啊？三宝啊，我三宝我不认识他，我认识你，高老师。